翻了。人家跑了，对吧？小的。好像是怕我收费的。刘宇，你怎么到处跑啊？直播根本连不上，我 Facebook 你怎么连得上啊？对，那个 ins 上面的 Facebook 我从来都没连上直播。你就是 ins 啊？嗯，就一个人在开，好困难。本来那上面人就少，就不想理这个人。见我修过这个东西吗？那是什么？这么小啊？太小了。然后拆过一次吧，这个东西吗？这个最小的。嗯。这种小小的东西怎么拆？常常人这个都拆不能拆。真的啊？哎，好像有个叫上次客户来过，我给他修的那个座子，记不记得？我应该不是你，要么是那个附体的。应该是附庭吧，你说那客户说把那座子拆下来他就付款对吧？后面买了。我不知道，你是你说的呀，我是你说的。座子是什么？叫什么？就是红红路创园二路，创园二路那个有个什么大厦，倩哥不是知道吗？等下次带你去。嗯、我等着你的下次。那里的衣服真的好好看，是吧？我们昨天一人买了一套。我们今天买的是夏装还是秋装？这么热，买秋装干嘛？